好，各位记者、女士、先生们，大家好，大家午安哈。那我们今天哈，仍然是没有确诊的个案哈，没有确诊的个案。好，那累计我们今天有到今天为止有166个人解隔离。好，那当然哈，世界的疫情仍然在哈在持续在严重中，到现在也感染的人也将近220万，那死亡的人也14万5千人哈，那这算是都是一直在严重。然后另外哈，在口罩，哦，口罩实名，其实口罩实名制哈，已经做了，从2月6号起，3、6、4月6号哈，已经有2个多月了哈，2个多月，那药局的朋友们哈，一直都非常的辛苦，好，那我想大家都有周休二日，他们也一直都没有休，哦，所以我们就请他们就是说在礼拜天哈，我们就先不配发口罩。那如果没有剩余量的哈，就可以或者说他想要休息哈，那就可以休息一天。那也请民众大家谅解哈，那因为大家都很辛苦，那尽量利用我们的网络的购买哈，那网络购买到今天到中午也大概220几万哈，那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数目。好，那以上先跟大家做这样的报告。